下午的3点20分，千五三九。首先，第一个重点是要你有经验。我有30年的经验，我是《民众日报》《太平洋日报》《环球日报》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。你要有相当多年的经验啊，我做这行做太久了。第二点，你要懂得方法。方法你要，不是说你很会算牌，那不对的。我们有时候不牌子不准，谁知道看哪一只就用尾数碰尾数，有时候两只碰一只，尾数哪有说每一次都很稳的？我赌博是稳扎稳打的，平平安安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才讲到说我们是。第三点，除了方法在，你要懂得技巧。技巧是什么？你要会算牌呀。算牌的方法太多，什么板路牌呀，什么几率牌呀，太多不同的方法了。到底他会开哪一支你不知道。不是，我们卖个这个资料也不是随便乱卖的啦。是不是？到基本到目前为止呢，我做了那么久30年，我的会员只要听我的，几乎没有赔过钱的。有赔钱的我赔给他，有赔钱的我赔给他，我也教你用我的方法，签的方法，我大部分都是签 0.1， 我全只有在全车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什么都是签 0.3 啊，或者是 0.5 啊，或者是签两只碰一只尾数或乘以一。两星乘以一，凭良心讲，做全车是我最拿手的，两只决定一只，上一次开牌，上个礼拜三，07一只，碰26，然后通通不是都中了吗？上个礼拜已经有中过一次，礼拜三，我们赌博赌4期5期，你07碰，我再上上一期我们26碰零尾，我叫客户签。2400块中53000，1:28倍。赌博你要懂方法，方法你要知道怎么倍率怎么算的，你才能去签5-3-9，才能得到获利，才可以稳扎稳打的赚点钱，绝非是贸然的。不懂千万不要去下注，不懂可以时常打电话来问，我可以跟你沟通经验，好不好？呼电话0979040492，我们那个会员已经过一个礼拜，现在是收1500到月底，我们收费非常合理，全台湾省找不到的。